听说你男朋友李进跟你是一个学校的，是你同学吗？听说你男朋友李进跟你是一个学校的，是你同学吗？听说你男朋友李进跟你是一个学校的，是你同学吗？是的，他学的是新闻，我学的是法律，我和他不是一个班。是的，他学的是新闻，我学的是法律，我和他不是一个班。是的，他学的是新闻，我学的是法律，我和他不是一个班。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？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？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们是在一次足球比赛中认识的。我们班跟他们班比赛，他一个人踢进两个球，我对他印象很深，后来就慢慢熟悉了。我们是在一次足球比赛中认识的。我们班跟他们班比赛，他一个人踢进两个球，我对他印象很深，后来就慢慢熟悉了。我们是在一次足球比赛中认识的。我们班跟他们班比赛，他一个人踢进两个球，我对他印象很深，后来就慢慢熟悉了。你为什么喜欢他？你为什么喜欢他？你为什么喜欢他？他不仅足球踢得好，性格也不错。他不仅足球踢得好，性格也不错。他不仅足球踢得好，性格也不错。法律，法律 ，law， 俩，俩 ，two or both， 印象，印象 ，impression， 深，深 ，deep， 熟悉，熟悉 ，to be familiar with， 不仅，不仅 ，not only。性格，性格 ，character or personality。李老师，我下个月5号就要结婚了。李老师，我下个月5号就要结婚了。李老师，我下个月5号就要结婚了。你是在开玩笑吧？你们不是才认识一个月？你是在开玩笑吧？你们不是才认识一个月？你是在开玩笑吧？你们不是才认识一个月？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，但我从来没这么快乐过。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，但我从来没这么快乐过。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，但我从来没这么快乐过。两个人在一起，最好能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。两个人在一起，最好能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。两个人在一起，最好能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。我们有很多共同的爱好，经常一起打球、唱歌、做菜。我们有很多共同的爱好，经常一起打球、唱歌、做菜。我们有很多共同的爱好，经常一起打球、唱歌、做菜。看来你真的找到适合你的人了，祝你们幸福。看来你真的找到适合你的人了，祝
你们幸福。看来你真的找到适合你的人了，祝你们幸福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To be kidding. 从来，从来。Always, all along. 最好，最好。Had better. 共同，共同。Common, shared. 适合，适合。To suit or to fit. 幸福，幸福。Happy.听说您跟妻子结婚快20年了。听说您跟妻子结婚快20年了。听说您跟妻子结婚快20年了。到6月9号，我们就结婚20年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们的生活一直挺幸福的。到6月9号。我们就结婚20年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们的生活一直挺幸福的。到6月9号，我们就结婚20年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们的生活一直挺幸福的。我和丈夫刚结婚的时候，每天都觉得很新鲜，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。但是现在，我和丈夫刚结婚的时候，每天都觉得很新鲜，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。但是现在，我和丈夫刚结婚的时候，每天都觉得很新鲜，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。但是现在，两个人共同生活，只有浪漫和新鲜感是不够的。两个人共同生活，只有浪漫和新鲜感是不够的。两个人共同生活，只有浪漫和新鲜感是不够的。您说的对，我现在每天看到的都是他的缺点。您说的对，我现在每天看到的都是他的缺点。您说的对，我现在每天看到的都是他的缺点。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，就会有很多问题，只有接受了他的缺点，你们才能更好的一起生活。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，就会有很多问题，只有接受了他的缺点，你们才能更好的一起生活。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，就会有很多问题，只有接受了他的缺点，你们才能更好的一起生活。生活，生活 ，life, to live, 刚，刚 ，just, not long, 浪漫，浪漫 ，romantic, 够，够 ，to be enough, 缺点，缺点 ，shortcoming, 接受，接受 ，to accept。来中国快1年了，你适应这儿的生活了吗？来中国快1年了，你适应这儿的生活了吗？来中国快1年了，你适应这儿的生活了吗？开始有点不习惯，后来就慢慢适应了。最近我还交了一个中国朋友。开始有点不习惯。后来就慢慢适应了。最近我还交了一个中国朋友。
开始有点不习惯，后来就慢慢适应了。最近我还交了一个中国朋友。那就好，快给我讲讲你新交的中国朋友。那就好，快给我讲讲你新交的中国朋友。那就好，快给我讲讲你新交的中国朋友。我们是在图书馆认识的，平时我们常常一起看书、逛街、踢足球，有时候他还给我发一些幽默短信。我们是在图书馆认识的，平时我们常常一起看书、逛街、踢足球，有时候他还给我发一些幽默短信。我们是在图书馆认识的，平时我们常常一起看书、逛街、踢足球，有时候他还给我发一些幽默短信。你的这个朋友真不错，下次介绍我们认识认识怎么样？你的这个朋友真不错，下次介绍我们认识认识怎么样？你的这个朋友真不错，下次介绍我们认识认识怎么样？没问题，我们下午要去踢足球，正好一起去吧。没问题，我们下午要去踢足球，正好一起去吧。没问题，我们下午要去踢足球，正好一起去吧。适应，适应 to get used to， 交，交 to make friends， 平时，平时 normal times usually， 逛，逛 to stroll to roam， 短信，短信 text message， 正好，正好 just in time just right。星期天同学聚会，你能来吗？星期天同学聚会，你能来吗？星期天同学聚会，你能来吗？能来。班里同学你联系的怎么样了？来多少人？能来。班里同学你联系的怎么样了？来多少人？能来。班里同学你联系的怎么样了？来多少人？差不多一半吧。张远还专门从国外飞回来呢。差不多一半吧。张远还专门从国外飞回来呢。差不多一半吧。张远还专门从国外飞回来呢。是吗？毕业都快十年了，真想大家啊。对了，今天早上我在地铁站遇到了王静，她毕业后就去上海工作了，她这次是来旅游的。是吗？毕业都快十年了，真想大家啊。对了，今天早上我在地铁站遇到了王静，她毕业后就去上海工作了，他这次是来旅游的。是吗？毕业都快十年了，真想大家呀。对了，今天早上我在地铁站遇到了王静，他毕业后就去上海工作了，他这次是来旅游的。那太好了，麻烦你跟他联系一下，请他一起来参加同学聚会，聚会就在学校门口那个饭店，6:30，别迟到啊。那太好了，麻烦你跟他联系一下，请他一起来参加同学聚会，聚会就在学校门口那个饭店，6:30，别迟到啊。
那太好了，麻烦你跟他联系一下，请他一起来参加同学聚会。聚会就在学校门口那个饭店，6:30，别迟到啊。放心吧，星期天6:30见。放心吧，星期天6:30见。放心吧，星期天6:30见。聚会，聚会。To have a party, get together. 联系，联系。To contact. 差不多，差不多。Almost. 专门，专门。Especially. 毕业，毕业。To graduate. 麻烦，麻烦。To bother.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？你真年轻。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？你真年轻。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？你真年轻。这是上大学时的照片。一看到这张照片，我就想起过去那段快乐的日子，好像重新回到了校园。这是上大学时的照片，一看到这张照片，我就想起过去那段快乐的日子，好像重新回到了校园。这是上大学时的照片，一看到这张照片，我就想起过去那段快乐的日子，好像重新回到了校园。旁边这个人一定是你的好朋友吧？你们现在还联系吗？旁边这个人一定是你的好朋友吧？你们现在还联系吗？旁边这个人一定是你的好朋友吧？你们现在还联系吗？当然了，尽管已经毕业这么多年，我们还是经常联系的。每次都有说不完的话。当然了，尽管已经毕业这么多年，我们还是经常联系的。每次都有说不完的话。当然了，尽管已经毕业这么多年，我们还是经常联系的。每次都有说不完的话。真羡慕你，我上大学时最好的朋友去了南方工作，我们俩已经好久没联系了，我一会儿就给他打个电话。真羡慕你，我上大学时最好的朋友去了南方工作，我们俩已经好久没联系了。我一会儿就给他打个电话。真羡慕你，我上大学时最好的朋友去了南方工作，我们俩已经好久没联系了。我一会儿就给他打个电话。对，要知道，能有一个真正的朋友，有一段真正的友谊，是多么不容易。对，要知道，能有一个真正的朋友，有一段真正的友谊，是多么不容易。对，要知道，能有一个真正的朋友，有一段真正的友谊，是多么不容易。好像，好像 ，as if， 重新，重新 ，again， once more。尽管，尽管 ，although， 真正，真正 ，true or real， 友谊，友谊 ，friendship。你上午的面试怎么样？你上午的面试怎么样？你上午的面试怎么样？还可以，他们问的问题都挺容易的。就是我有点紧张，还可以，他们问的问题
都挺容易的，就是我有点紧张。还可以，他们问的问题都挺容易的，就是我有点紧张。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，要相信自己的能力。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，要相信自己的能力。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，要相信自己的能力。你说的对，3月15号上午8点在学校体育馆还有一个招聘会，你去吗？你说的对，3月15号上午8点在学校体育馆还有一个招聘会，你去吗？你说的对，3月15号上午8点在学校体育馆还有一个招聘会，你去吗？我还没决定呢。我还没决定呢。我还没决定呢。听说这次招聘会提供的工作机会很多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听说这次招聘会提供的工作机会很多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听说这次招聘会提供的工作机会很多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挺，挺 ，quite, rather, 紧张，紧张 ，nervous, 信心，信心 ，confidence, 能力，能力 ，ability.Competence, 招聘，招聘 ，to recruit, 提供，提供 ，to provide。小林，这次招聘不是小李负责吗？小林，这次招聘不是小李负责吗？小林，这次招聘不是小李负责吗？本来是小李负责的，但是他突然生病住院了，所以就交给我来做了。本来是小李负责的，但是他突然生病住院了，所以就交给我来做了。本来是小李负责的，但是他突然生病住院了，所以就交给我来做了。哦，这次应聘的人多吗？哦，这次应聘的人多吗？哦，这次应聘的人多吗？经理，这次来应聘的一共有15人，经过笔试和面试，有2个不错。这是他们的材料，您看看。经理，这次来应聘的一共有15人。经过笔试和面试，有2个不错，这是他们的材料，您看看。经理，这次来应聘的一共有15人，经过笔试和面试，有2个不错，这是他们的材料，您看看。这2个人的能力都比较符合我们的要求，你通知他们下周一上午9点来我办公室吧。这2个人的能力都比较符合我们的要求，你通知他们下周一上午9点来我办公室吧。这2个人的能力都比较符合我们的要求，你通知他们下周一上午9点来我办公室吧。好的，那我马上跟他们联系。好的，那我马上跟他们联系。好的，那我马上跟他们联系。负责，负责 ，to be in charge of， 本来。本来 ，originally, at first，
应聘应聘 To apply for a job 材料材料 Data, material 符合符合 To accord with To comply with 通知通知 To inform 王静好久不见了，大学毕业后就没联系了。你现在在哪儿工作呢？王静，好久不见了，大学毕业后就没联系了。你现在在哪儿工作呢？王静，好久不见了，大学毕业后就没联系了。你现在在哪儿工作呢？我一毕业就去上海当律师了。我一毕业就去上海当律师了。我一毕业就去上海当律师了。你对现在的工作一定非常满意吧？你对现在的工作一定非常满意吧？你对现在的工作一定非常满意吧？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，因为我学的就是法律专业，而且同事们都很喜欢我，另外收入也不错。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，因为我学的就是法律专业，而且同事们都很喜欢我，另外收入也不错。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，因为我学的就是法律专业，而且同事们都很喜欢我，另外收入也不错。星期天咱们同学聚会，你能来参加吗？星期天咱们同学聚会，你能来参加吗？星期天咱们同学聚会，你能来参加吗？能来，虽然这次来北京时间安排得很紧张，但我一定借这次机会去跟大家见见面。能来，虽然这次来北京时间安排得很紧张，但我一定借这次机会去跟大家见见面。能来，虽然这次来北京时间安排得很紧张，但我一定借这次机会去跟大家见见面。律师，律师 ，lawyer， 专业，专业 ，major， specialty， 另外，另外 ，besides， in addition， 收入，收入 ，income， 咱们，咱们 ，we or us， 安排，安排 ，to arrange。听说你又换工作了，今年已经换了三次工作了吧？听说你又换工作了，今年已经换了三次工作了吧？听说你又换工作了，今年已经换了三次工作了吧？别提了，我以为新工作比以前的好，没想到还没有以前好呢。别提了。我以为新工作比以前的好，没想到还没有以前好呢。别提了，我以为新工作比以前的好，没想到还没有以前好呢。上次那份工作你只做了两个月就离开了，其实完全适应一个新的工作需要一年时间，所以经常换工作不一定好。上次那份工作你只做了两个月就离开了，其实完全适应一个新的工作需要一年时间，所以经常换工作不一定好。上次那份工作你只做了两个月就离开了，其实完全适应一个新的工作需要一年时间，所以经常换工作不一定好。我也明白，
但是那份工作的收入太少了。我也明白，但是那份工作的收入太少了。我也明白，但是那份工作的收入太少了。你才到新公司，不要太急着赚钱，多学习才是最重要的。你才到新公司，不要太急着赚钱，多学习才是最重要的。你才到新公司，不要太急着赚钱，多学习才是最重要的。好，我一定会努力把现在这份工作做好。好，我一定会努力把现在这份工作做好。好，我一定会努力把现在这份工作做好。提 to mention。以为 to think, to believe. 份 it's a measure word used for jobs among other things. 完全 completely. 赚 to earn money. 那份调查还要多长时间才能做完？那份调查还要多长时间才能做完？那份调查还要多长时间才能做完？按原来的计划应该是两周，但是我们可以提前完成，周末保证做完。按原来的计划应该是两周，但是我们可以提前完成，周末保证做完。按原来的计划应该是两周，但是我们可以提前完成，周末保证做完。虽然最近工作很忙，但你们也要注意身体啊。虽然最近工作很忙，但你们也要注意身体啊。虽然最近工作很忙，但你们也要注意身体啊。谢谢您，现在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做，真不知道该先做哪个好。谢谢您，现在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做，真不知道该先做哪个好。谢谢您，现在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做，真不知道该先做哪个好。每天早上，我都把当天计划要做的事情写在笔记本上，提醒自己安排好时间。你也可以试试这样做。每天早上，我都把当天计划要做的事情写在笔记本上，提醒自己安排好时间。你也可以试试这样做。每天早上，我都把当天计划要做的事情写在笔记本上，提醒自己安排好时间。你也可以试试这样做。这个办法真不错，这样我就不会手忙脚乱了。这个办法真不错，这样我就不会手忙脚乱了。这个办法真不错，这样我就不会手忙脚乱了。调查 to survey, to investigate. 原来 original.计划 plan, to intend to. 提前 in advance. 保证 to guarantee. 提醒 to remind. 乱 hurry scurry, confused. 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啊？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啊？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啊？我们和上次那个公司的生意终于谈成了。我们和上次那个公司的生意终于谈成了。我们和上次那个公司的生意终于谈成了。
太好了，你工作那么努力，公司会越来越好的。太好了，你工作那么努力，公司会越来越好的。太好了，你工作那么努力，公司会越来越好的。我原来以为做生意很简单，后来才发现其实并不容易，现在赚钱越来越难了。我原来以为做生意很简单，后来才发现其实并不容易，现在赚钱越来越难了。我原来以为做生意很简单，后来才发现其实并不容易，现在赚钱越来越难了。慢慢来，万事开头难，重要的是要多积累经验。慢慢来，万事开头难，重要的是要多积累经验。慢慢来，万事开头难，重要的是要多积累经验。我相信经过我们大家的努力，公司的生意会越做越大，一切都会好的。我相信经过我们大家的努力，公司的生意会越做越大，一切都会好的。我相信经过我们大家的努力，公司的生意会越做越大，一切都会好的。生意，生意 business or trade， 谈，谈 to talk to discuss， 病，病 is used before a negative for emphasis， 积累，积累 to accumulate， 经验，经验 experience， 一切，一切 all every。小姐您好，您想买什么家具？需要我为您介绍一下吗？小姐您好，您想买什么家具？需要我为您介绍一下吗？小姐您好，您想买什么家具？需要我为您介绍一下吗？谢谢，我想买沙发。谢谢，我想买沙发。谢谢，我想买沙发。您看这个沙发怎么样？现在正在打折，比平时便宜了1000块。您看这个沙发怎么样？现在正在打折，比平时便宜了1000块。您看这个沙发怎么样？现在正在打折，比平时便宜了1000块。价格还可以，就是不知道质量有没有保证。价格还可以，就是不知道质量有没有保证。价格还可以，就是不知道质量有没有保证。您放心，质量肯定不打折。这种沙发是今年最流行的，有很多种颜色可以选择，您可以看一下。您放心，质量肯定不打折，这种沙发是今年最流行的，有很多种颜色可以选择，您可以看一下。您放心，质量肯定不打折，这种沙发是今年最流行的，有很多种颜色可以选择，您可以看一下。这个蓝色的看上去不错，就要这个吧。这个蓝色的看上去不错，就要这个吧。这个蓝色的看上去不错，就要这个吧。家具，家具 furniture， 沙发，沙发 sofa， 打折，打折 to give a discount， 价格，价格 price。质量，质量 quality， 肯定，肯定 surely certainly， 流行，流行 to be popular。 咱家的冰箱太旧了，
商场正好打折，咱们顺便也买一台吧。咱家的冰箱太旧了，商场正好打折，我们顺便也买一台吧。咱家的冰箱太旧了，商场正好打折，我们顺便也买一台吧。今天买的东西太多了，再说这个月家里已经花了5000多了。今天买的东西太多了，再说这个月家里已经花了5000多了。今天买的东西太多了，再说这个月家里已经花了5000多了。这么多，你不会是记错了吧？这么多，你不会是记错了吧？这么多，你不会是记错了吧？没错，上个星期光买沙发就花了2000多。没错，上个星期光买沙发就花了2000多。没错，上个星期光买沙发就花了2000多。但是咱家的冰箱实在太旧了，制冷效果也不太好了，还是买个新的吧。但是咱家的冰箱实在太旧了，制冷效果也不太好了，还是买个新的吧。但是咱家的冰箱实在太旧了，制冷效果也不太好了，还是买个新的吧。那好吧，我带的现金不够，用你的信用卡吧。那好吧，我带的现金不够，用你的信用卡吧。那好吧，我带的现金不够，用你的信用卡吧。顺便，顺便 ，in passing， 台，台 ，a measure word used for machines， 光，光。Only, merely. 实在，实在 really. 制冷，制冷 to refrigerate. 效果，效果 effect. 现金，现金 cash. 李老师邀请咱们去他家做客，给他带点什么礼物好呢？李老师邀请咱们去他家做客，给他带点什么礼物好呢？李老师邀请咱们去他家做客，给他带点什么礼物好呢？他很喜欢葡萄酒，我们就给他买2瓶葡萄酒吧。他很喜欢葡萄酒，我们就给他买2瓶葡萄酒吧。他很喜欢葡萄酒，我们就给他买2瓶葡萄酒吧。可是这里有这么多种，你知道哪种好吗？可是这里有这么多种，你知道哪种好吗？可是这里有这么多种，你知道哪种好吗？我觉得这种不错，你看他酒瓶做的都这么艺术，而且电视上经常有他的广告，我想味道应该不错。我觉得这种不错，你看他酒瓶做的都这么艺术，而且电视上经常有他的广告，我想味道应该不错。我觉得这种不错，你看那酒瓶都做得这么艺术，而且电视上经常有它的广告，我想味道应该不错。广告只会介绍优点，却不会说它的缺点。实际上，很多东西并不像广告上说的那么好，所以不能完全相信广告。广告只会介绍优点，却不会说它的缺点。实际上，很多东西并不像广告上说的那么好，所以不能完全相信广告。广告只会介绍优点，却不会说它的缺点。
实际上很多东西并不像广告上说的那么好，所以不能完全相信广告。你说的也对。你说的也对。你说的也对。邀请，邀请 ，to invite， 葡萄，葡萄 ，grape， 艺术，艺术 ，art， 广告，广告 ，advertisement， 味道，味道 ，taste， 优点，优点 ，merit， 实际，实际。Reality.